开始看风景上面刮痕也很多被雪板敲的吧有可能先打开一点散热侧边要不要拉开今天可能需要穿太多了最夸张是那个靠蓝色小柱柱滑的那一天，有过头昏的，看不到小柱柱就惊慌了。你不会吗？就觉得天哪，路在哪？路在哪？看天气预报，它都有 delay 的倾向。他说二就变成3，而且今天叫晴时多。那大风雪会变五跟六啊？我们回家会麻烦欸。应该也还好。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想到了一件事，是我们没有确认回去时的巴士站的位置。不过我猜门口它应该会画的不远。不是我们来的时候的巴士站的位置啊。它方向相反，我是说。之前吸管它会再绕转一圈回来嘛？对，位置一样。那问一下柜台就好。我猜门口旁边就画了，会画一个。因为之前吸管出去之前，他也画了一个，他说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拎行李箱这么明显，他应该不会故意不载我们吧？你有车票的。上车直接给他、下车给他，就下车给他就好了。因为他是下车交钱。不过，短程应该也要抽整理券什么的。例如说，他只坐中间一小段。好了。干什么？没有，我要开始把东西穿进去了。我开车进来也没有差别，这样也还好。我开着它也不会充电啊，它有在充电吗？你要花一阵电之后，它才想说我来充一充好了。没有。而且它充电的时候看不到出来，故意给它拔掉。对啊。在闪的吗？刚常常去闪，现在在闪。对啊，现在它应该有耗一些电，想要电的吧？触发它一下。那台机器的麻烦就是充满了，它会自动关机。还不用扣。接下来对。
说划走我也不会念，不然查一下字典。划走的乱猜，下面还是云海，会不会？嗯，散开的云海现在就看得到了。哦，已经散了，小云海。好，我有点太饱，难过。嗯，太饱。嗯。所以两个拍照看板，其中一个不知道去哪里了。嗯。这个这里的难得摆出来吗？哎，所以现在是要去澳洲吗？今天先拍照滑一次啊，然后最下面可以切到东莞。对，所以现在接着要去奥兹赫的。先对啊，先拍照，两个拍照点拍完，接着切去奥兹赫，对，切去东莞什么的吧，东莞什么的吧，坐上去就切去奥兹赫。Thank you.
我的发音可能很奇怪，上面还有一个链，然后他们又什么什么我国民我国民，然后我国民，然后他们念的不一样，我国民，就念法不一样。拍照拍照，先拍照。哇，好热哦！来，那边很热，嗯，很热。放着，这边，人在太阳下可以拍。像滑向到那边的时候，好热哦！大太阳呢？你说你在等我的相机？没有，拍照吗？哪里？你要我在哪里？这里。我觉得要打开散热，有点热。在上面，所以人好小、喔。那就人站近一点。那你帮我拍不好的，然后自己拍，但你又人太大了，太大。你刚刚直的嘛？没有没有，应该没办法，因为人那么低，速那么高，所以人还是只能那么小。等 pose。不用了啦，那就一张就好了。好，你要再拍吗？好，人刚太小了，而且好像人没有像光，所以这样。嗨，我拍直的好了，预备，好，有了，好有了，好了，好，就这样，下个点，下个点，还没热身，下个点，那个按照方法那边，然后拍那边，这样子。热身啊！你在干嘛？我要拿着棒棒，拿着棒棒。他们懒得插出来哦，那么可爱。
这里哪拍得到啊？拍到一堆树啊，横拍。直拍的话，上面有个月亮，而且人是面对太阳。好的，来了，好的，好，看你、嗯、拍不到月亮没关系吧，而且我刚刚直拍，你不要凑过来，我还没拍很拍，而且我刚可以拍 0.5 啊，好的，我切 0.5 试试看，等会有人哈，知道，看我们月亮，哎、欸，他停下来了，可以停下来，怎么办？我好像。拍一张照，我看到的。刚有没有月亮？好像没有。你拍的林杰，他在等人。这个人小心翼翼。嗯，来。5、4、3、2，好的。好了。我在拍纸。好，换你。我也不知道你要拍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广的人很小，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月亮。然后一般的也可以拍。亮度会调更亮一点，不过有点太亮了，都看不到。好，一没有月亮啦，没关系啊，0.5才有吧？哦，我不觉得，我看不见哎、欸，一二三，然后一啊，一二，完整不完整没关系吧？一二三，好，横的半身，嗯，一二三，横的要0.5吗？会有我哎、欸。会有影子啊！一二三，好了，好了，好了，还没拍，好，好，你就四张，没关系啊。哦，我要拍一张这里的风景。对啊，为什么不拍一张这个呢？这朝下的话，人黑黑的，所以朝下就拍风景就好了。好，好了，去下一个拍照点。好热哦，我已经拉开了，还是很热。太热了，没有我最近刹车常会让自己摔倒，刚刚也是，但你快朝右边滑倒。嗯，好啊，看一看就好。哦、下一个点再来看，还是这里？记录一下呗，这是记录。嗯，因为前面都是我，拍一个地方好了，反正又有月亮拍一下。你说0.5，还月亮到底在哪？我镜头我现在看不见月亮在哪里。回去再看有没有，没有也没差。啊、他们也是晴天，那他们昨天是阴天的。你说谁啊？下面的人们。哦，没有。好，随便啊。嗯，好的哈，下一个点。哎、欸，山上的话就只有一小撮云在走来走去。
是要下去一点吗？这里吧。等等，我是拍到线了，我白痴，我拍到线了，拍到一条线在我前面。不行，我很前面我才没有线，太广角了。你可以拖板就可以站到前面。没关系。好，就这样吧，可以吗？好。转弯是三号，三号之前慢下来，然后三号左转，因为就是那天就是这个要左转。对对对。好，那就我知道了。
雪崩就不会了。下车后，再下。
去，一个是差点闯过去，一个是滑过去。然后之前看，过年的时候我看，曾经有一天那个联络道是没开的，不知道现在如何。联络道是走过去的路还是滑过去的路？没有滑过去的路。这条雪道也没开，这样。昭和山，昭和山这两个红都了。我们现在坐的是，当然是这一边啦、啊。我们现在坐的是这一条。对啊，所以上来之后滑下来，一直靠右，靠左滑，一直滑滑滑，而且只能坐红都了。这一个没开，这 lift 没开。你坐上去之后要滑下来一次，还是两次？两个雪道，哎、欸，奥兹赫奇啊，这些缆车也还没开，是怎样？没有，还是也都有开，都有开，四八、四九、四七、五三全都有开，有啊，一二，而且它有接山顶啊。它的山顶可以找回来。好，缆车都有开，那我们去到之后联络道先做一次平等，再做一次高等。好，就这样。看得到了，啊、看得到它的拱沟啦，白色的。七八糟的也是雪道啊，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吧？因为下半部的树太多了，下半部是树，那个是雪道，也是很多凹凹。我觉得那是个废弃雪道吧。哦，你说以前开发，后来不要了？后来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站偷懒没把他架出来。偷懒的。偷懒没把欧空明架出来。但是我们去年拍过，所以我们知道有那个牌子。对。四号是吗？还是六？啊，是五哦，不是后面那个，是前面那个。我确认一下，因为有一个五，然后后面还有个四，大家都走四哎。到底是哪个？你看一下。走四那边四是因为要去搭刚刚的 Gondola， 像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到下面再转不行的，我没有，我又要推了。下去一点，说不定就看得到字了。
下去坐缆车吧。坐这个小的。啊？坐这个小的。是啊是啊，每个都给他坐一下。好像很没人欸，好像很没人。啊，这里有啊，从这里出来的。都有，我们只是看不见。是最里面没有了，就这最后一个就这样了。滑雪场。有史以来，我们四海高原这边都看到你说没有结冰，其他的冰在下半截，它是上面顶的都没了。应该说上面可能真的被晒了，比较容易那个。
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呢、欸。啊？没有，就做了直直一条而已。应该是，是吧？他还停下来，他停下来，他后面还会动吗？这我觉得我要用推的。这还有个坡度啊，我们现在是麻痹的，看树的方向有点吗？真的吗？拍一张全景啊！我要在这里躺一下。我要全景一下。你要全景。嗯。那我来看地图。都没有人啊，觉得很适合全景一下。我在这里看地图。你要我躺啊？啊？那你要帮我拍一拍啊？你要吗？好啊。那我对面比较好，因为对面面对太阳，还是对面？对面。等一下，我先侦测一下，是真的可以躺。自己侦测好了，你偷一偷看看，觉得行不行？而且你要躺，反正你也要脱吧，你就先脱吧。好像还可以，还可以。哎，手套要戴着。东西拿一下，我可能要离远一点。先跟你拿相机，再离远一点。算了，我先离远一点，你拿给我再后退就好。慢动作吗？是啊，是啊。石头摸选，然后刀很硬，然后我们就昏倒。刚侦测过了，不是我害你的。后面你大家帮我拍哦，拍干净啊。哦，好。好了吗？我往后，一、二、三，没有很深啊。不过你陷进去了。哦，啊，嗯，舒服啊。起来你就看到你的洞了，你出来就看到了。可以帮我拍拍吗？好好，再拍一张。那我们在旁边再一个。还要，好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这次躺下去之后直接站起来，然后留下这个形状，然后我从头到尾都录这样，好不好？好。啊！摔倒了。换一个。
再换一个，越来越饱了。站好，站好，开始录了。一、二，哎，这个好像更深哎。好了，爬起来了。这更深，这更深。不是，是因为你比较低，所以你的速度比较多。帮我拍。所以，有点滑。一直吐我。你先说，好，好，我戴上手套，都在背包上面。哦，帽子上也有。啊，包括还好吗？包括完全没事，因为没那么准。想要正面的，正面会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正面的？正面不行啊，正面的话你的口罩什么全部都完蛋，就头不要下去啊。不，你没办法控制，你会变成手撑下去。怎样？这不就是摔倒吗？啊，也是松雪吧，这样也算松雪了吧。松啊松啊。啊，来帮我拍一拍。不用啊，你自己不就拍完了？你已经拍完了。好了，可以了。我的形状，我要拍。把这里的形状都破坏了。等一下，人家没了。那两个应该是有人做过了。接下来要不管这个缆车站，一直直直冲，一直直直冲，中间都不减速的。嗯，看起来冲到底就是贡多拉站了。真的吗？真的、啊，我刚看过了。哪里呀、啊？这条路啊。这条路哪里走到底？前面还有路啊，就是一直冲、啊。你说中间有一堆他放置的东西，再往下还有路啊？这里拍一张啊！哦，好，虽然有景色蛮不错，但是就是整个雪道都没有人啊。哦，要不要？那你帮我拍，你要拍吗？我不用了。那我拍一张。这里很普通，就只是都没有人，没有毛的树，不，没有雪的树，没有毛。但我手套湿了哎，刚这样弄一弄，又太阳湿掉了。可以吗？可以。好，我看一下的他们两个，还看得见他们哦、喔。啊？我看他们走左边的路还是直走的路？有两条路，但是我猜直走的路比较好走。欸，他还停下来了，要命哦、喔！他该不会一直滑这里吧？啊，不管了啦，快点拍完走了。一个好，再一个。再一个，好，好了吗？没有，好的，好，好，我没有关哦。我看到有人从，你怎么拍 0.7 啊？哦，我没有撸啊，不小心碰到的吗？没有，好，有些人走左边，有些人直走，就是都可以。现在就是走左边的。左边那个，好走，两条都差不多。我猜走左边比较好，因为左边的路比较陡，直走的路比较长。啊，理论上比较长的路比较宽，会缓掉。对，啊，比较短的路比较陡。啊，你先，我跟着，反正你比较快。
沉下去了吗？这是发展很早的那个知识，1965哎。哦，志贺名物。全部都运转中哎，真认真工作。这学生认真工作。
去山顶的缆车，然后我们从山顶滑。都可以啊，我都可以，说什么我就不可以、啊。我看一下啊。雪子要去拍照，有吗？石歌粉雪使用等一下来拍好了，要吗？好啊，好，那我要放下来，很好笑。你要干嘛？我就放在这边就好，我就带他往这边滑去。对啊，好，好，那你就放这边，放这边，放这边，那边都没人啊。对啊，就没办法、啊、那就放平的啊，下面那个粉雪可以去擦那边，很错的地方，我跟你说不可以擦。超深的、啊、超深的，哎呀，你要看粉的地方啊。三这样不错哎，我也要伸出，还没好啦，其实好了好了，那你换动作，这样，嗯，一二三，好，我也要手伸出来，这样这样可以吗？嗯。这个这样吗？要吗？1969，很低耶、欸！我要跪下去了。看不到到。好，就这样。我有没有磨到 GoPro 啊？磨
帮我检查。应该没有。你不要。是要我走哪边？好像很窄、欸，好奇怪啊！你说啊？右边好像超窄、欸。对啊，感觉有点危险。你这样为什么不拿？啊！你要走左，你要走左边，我就直接拿上去放了，我就不要。我过得去啊。我过不去。你要走左边吗？左边啊。我觉得这里也很适合躺哎、欸啊。这里也很适合躺哎、欸。呼呼雪质不错哎、欸，漂亮啊！只是对着光没办法拍。能拍吗？拍到你的背影。对不起呀、啊。走开！我走开，你再拍啊！我走开，你再拍。啊？你再拍啊！但你刚不是有我？就一起拍。不要啊！不会啊。
这颗好可爱，小小的。好，蛮好的。好的。好。下了。随便，你要我先你就说我就先。一直冲啊！旅馆。三角形那个啊。是左边的那个，左边比较宽的那个屋，还是走到底的那个啊？不要管，不要管我刚刚讲的话，总之就是坐这缆车的对。嗯。要我要去。好。哎，等会，你先下，我还个景好了。你先下，我还个景。
是这个，这个很窄又陡。想知道吗？是不是联络到一下？你刚刚有看到吗？你好像又窄又那个。对。要试吗你？是可以滑啊，但是我不想滑你后面。那你先啊。但是搞不好你比我快。不会，我不可能比你快。你先好了。你为什么？离你稍微远一点点。好 ，Go Go。扭屁股，哦，很窄很窄，硬硬的呢。人家说来，我们没有什么没有走过。我记得我刚看到比较长哎、欸，还有下面一条，嗯、哦，还是他进去就不出来。下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红色的，红色的来的。他插上去了？没有啊，我没有啦。有人插上去，有人插上去。
个是矮的啊。哦，不要错是不是？对啊，那个是矮的。
134台。
走过去看看是什么。好像是拍照的。啊！差点摔倒。会倒。好了，我有点，我有点想尿尿了。我也有一点。去广东了。令和山。背景就很厉害啊，这么窄啊，为什么不是宽的、啊、那我再拍宽的可以，横的啦，横的啦，后面风景这么大，为什么拍直的？对啊，好啊，那眼镜拿掉要吗？好，可以啊，0.5，你要慢慢拿，不行不行不行，好，那算不行不行，是这样，等会等会，才刚要拿掉那个地上的白，已经就让我瞎了。不行不行，我要可爱的啊！姐说要可爱，要什么姿势啊？这边跳高一点。好，好，再来，刚那个方向，换一边。好，再来。指挥家，看看，你要不要？好。0.5块啊，很厉害、啊。你居然有拍到这一只，哦，哎，嗯。啊，那边那么广，也要拍到啊。好啊、哦，一二三，正常的，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嗯，你有俏皮的、哦。俏皮。别的一二三，一二三，怎么一样？哎，不对啊，你已经放下来了。阿总，哎，还好还好，还好。走了走了。先尿尿，然后，因为缆车站是高的，接着滑去旁边低的，坐去山顶的那个缆车，对，坐去山顶的 lift。啊，山顶 lift 的那段滑不滑？可以滑，因为滑下来还是一样上面点，所以我就滑一次。
厕所？有。放这，就放着吧，就放着。你确定这站有厕所吗？啊？不像啊。有啊，还是在楼下。没有楼下啊。可是他写有啊。可以嘞。站内三路站休息所，不是三顶站，所以没有。这里是三顶站还是？这不是休息所。好吧，八好下面才有。那再滑一滑再走吧。就想到这种，就是那个港都拉站哪有厕所啊？乱。看他推了暗内，以为这里有，那就去立体的那边。旗子哦，啊！
眉毛痒痒的。滑一次之后就得走回去了。好，那我跟着你滑吧。哦，这里很平啊，上面可以滑一滑，下面就一直冲去缆车站吧。收走了。
样走的、啊，是整个大家用走的，是整个大家用走的，是。扛起来比较轻松啊！你要用滑的哦、喔，哪滑得过去啊？不知道滑。那你要拉我。你都不知道。算了，那算了。围上坡了啦，那这样走吧。那个远一点吗？啊，这样比 Village 远一点啊，还差不多。看到那个栅栏。对啊。那个人很有毅力，他滑过去。走的还是用滑的、啊？这里就可以用滑的了。对，但是问题是你要下滑以后回南管的缆车，还是你要现在这样直接走过去？现在就滑过去啊，就直接。这可以用滑的、喔。可以一路滑去那个啦。这可以用滑，上面可以用滑的、喔。可以啊。我也要用走的。一路去飞往南。啊，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你在叫我吗？我知道啊。我现在大腿的后面啊，现在就是自己脚这样放着，压到的地方好酸哦，坐立难安，因为觉得很痛。啊？对啊，我很酸哎、欸。我整个大腿没有不酸的吧？前面也酸，侧边也酸，内侧也酸，后面也酸，整只大腿都在酸啊。没有，大腿没有不酸的。
上桥的缆车，什么东西？上桥的小缆车。哦，对，我知道。谁？外套啦，小孩没有那么软趴趴。
我后来比较会三角走了。一路去，然后吃一下，再一路回来也就四点了，是不是？这就去嘉燕了，七管山滑滑看吧。上次七管山都没滑。那这次不要滑嘉燕的，就是吃完以后，又回程。嘉燕的你可以滑都到了，为什么不滑？因为那个缆车很慢、啊。滑个两次吧。滑了两次，那就不要滑七管山了。为什么？昨天就四点了啊！昨天就搞得哪有？真的、啊、？Giant 滑五次才一个小时哎、欸，五次。那也是两点以前，在那边乱滑一阵啊。也就是说，昨天吃餐厅离开的时间，你要再提早，才有多的时间滑七管山。可以提早啊。或者是说今天不滑 family， family 就只是滑下来这样回家的路。对啊，总之四点以前要上那个。知道了，有记得了啦。你现在三点半就会带我回去了吧？紧张哎。多紧张。那就，不然就坐巴士啊。好啊，那就坐巴士啊。没有啊，就四点以前会搭上那个车回去呢。对啊。不是那个缆车回去，总是都要有机会。太阳十一点出，那不然十二点就开始滑、啊。不知道、啊、要吃晚饭啊，但是你吃晚饭又不能马上吃苹果饭，所以时间就要配合配合。所以今天还会去东莞山拍拍吗？今天比较懒，也不是比较懒，应该是说懒，应该说我们之前东莞山是上午就拍了，而且你从四小屋去东莞山，你那一小段你就要往上爬，所以是回程刚好会过东莞山，回程的时候拍一拍。那意思一样啊，变成你吃完之后，那些时间你就要配了。那就不要吃苹果派嘛，又没有一定要吃。好啊。今天晚上要吃锅、嗯。有道理，今天不要吃。对啊，晚上要吃锅的比较多。那明天再吃比较好。对啊。所以特别去滑嘉燕腿滑一次再回来，这样吗？还是也可以不用去嘉燕腿，可能明天会一直滑嘉燕腿。你到底想去横手山吗？啊？我天气热，因为横手山要晴天去 是？今天这样晒一晒，你说已经没了，上面已经不大晴了。哦，所以就算了。本来还有一点想说去看看也好，现在觉得就算了。太麻烦，他还要坐车，太麻烦。没去没关系呀、啊。
个？我们刚下他那个什么奥兹赫米路。那你刚刚说不说再滑一次？没有啊，没有时间啊。我是说没有时间，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我们要来吃午餐啊。想滑就滑。没有没有，我只是说那个很好练。如果要专心练功的话，那里不错练。不过他的缆车也没有很快。我们就时间就都可以啊，你想去哪就去哪啊。我只是跟你描述那边。那、啊、哪里没有时间？啊？哪里没有时间？我就排好的时间，我就会想这样。而且还想尿尿。累一段，累累的。现在这些都还在，很漂亮啊，还很漂亮。还是因为是高度的关系？难道奥兹赫的山顶没有这里高吗？为什么这里的看起来都比较高？要拍个照啊！要拍个照。旁边就有，然后又有阳光又有蓝天的，都没有，没有旁边有阳光有蓝天，就这里好看，但是它都暗暗的啊，这样看起来又不好看。能拍吗？这样拍得到？我想要拍这个，然后跟蓝天，可以帮我拍吗？可以吗？我想，然后，哎，对啊，你都没有帮我拍那个人像的，啊，你说是没脸，所以拍不到人像。有蓝天。有蓝天跟这个树吗？有吗？然后我要人像，试试看。人像不是直的比较好吗？都抓不到。好，你拿它看。好暗哦，好暗哦，有点暗，真讨厌。走吧，走吧。而且等一下还要坐一次缆车上去才好、哦。没有，他就在旁边，走过去就好了啦。他就在缆车站左边十公尺处吧。有点距离哎，好，你自己看看再说。他真的就在缆车一出发左边 啊。我知道啊，就那一段距离要走、啊。看你要不要走那一段。要冲了吧？这冲能冲得了多少啊？啊！太摔倒！累死我了。
所以要坐缆车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比较拍得到？我可以这样子，然后帮我拍这个吗？有蓝天跟这个细枝的，可以啊。好累，刚太暗了，这样子人比较亮吧？这样吗？我这个位置可以吗？好吗？好吗？灯很小。啊？为什么？因为我让天很多、啊。嗯。你要狠的吗？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这样子的角度。那。因为这样不是对着太阳比较亮吗？灯比较大一点，能拍。你是都弄到 0.5 吗？为什么都那么小、啊？我都 0.5 啊。为什么啊？好，我弄一给你看。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看就知道了。啊！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啊。你就看嘛，然后再拍个半身给你看。我太近吗？也不是近的问题啊，人的高度就这么高，树在那么上面，你就翘上去呗。好，我翘上去，好，拿去。对啊，就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好，那就这样了。我要这样啊。就只有半身呗。半身没关系啊，我又没有要全身。你要不要？我不用了。我就是觉得树好看，想拍跟树啊，所以好看呐、啊。前面那棵跟后面山坡也不错。直冲去缆车，冲到缆车站是。你先到缆车站啊，然后你自己看你愿不愿意走那。好啦好啦，你说就说嘛。没差，你决定。滑过去啊！我走了。
走吗？没有，就滑过去。干嘛要逼人家、啊？你很烦呢、欸。就真的有一段距离啊。他逼人家，然后逼人，你这不就逼人家吗？你就跟我说你走啊，你走啊，那不就逼人家？你不是逼人家是什么？就是你一直这样讲，就不相信啊。就说明明在旁边走就好了。嗯，累死我了。那就是昨天的那个路线。哈哈。你说这个滑到下面就没力啊，又还要滑。接不过去啊。接不过去啊。接得过去，但是你会冲不到。我应该冲得到。因为上次我们走的是最左边，那这次我们走中间好了。好。我很饿哎、欸。本来还很饱的。说你还说什么？哦，奥志赫还打嗝。都是有限的、啊。没有啊，你想滑就滑嘛。我没说我想滑，我说那边看起来非常好练。啊，好练不是想练啊。我今天没有要练、啊。如果要练功的话，那里非常适合练。没有，快要没有票了、啊。没有啊。这一道是不是上半部是凹凹的？哪有？我在看这个行道，这上半部。还好。几节？四十几。
有薄片，我想有人掉塑胶袋，搓两下还很冰。这里啊，哦，这里也有只有空影哎，而且有开灯。好好的，厕所哎，厕所进去还有楼梯。哦，好，下下。哎，关关关。